作的文化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文化，这嘛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啦吼。啊，咱上重要的就是讲，咱在做咱这这的信众，咧刷落来十几天，咱要来绕境吼。啊，绕境的时阵，咱互相帮忙，来互相照顾，做伙行。所以我要伫只请咱的妈祖来保佑咱。大家一定一路平安吼，咱的社会一定会够平安进步吼。啊，咱也希望讲咱的疫情会使甲咱的台湾会使照顾啊，搁较好。咱的长照2.0，即嘛满年拢400亿的意思，要来甲咱的大人的照顾咧，社区咧、厝里也是咧机构内底，拢会使做一个完整的照顾。啊，咱的农民，咱嘛这几年来做足侪足侪有新的办法，来让咱的农民，咱的耕种会使搁较轻松一点，就是咱的机械化了吼。啊，咱嘛有保险来让咱的职业灾害会使有一个保险来给咱照顾。上重要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农民退休的时阵，咱希望讲咱未来的四年。会使来做一个退休制度，哦，咱的农民退休的时阵，还佫会使领年金，大家讲好啊，好啊。这就是咱要照顾咱农民的一个足具体的想法，因为咱即马劳工有劳工的退休年金，咱嘛希望咱的农民退休的时阵，有年金会使领，安尼大家退休的时阵较安心。啊，咱的做少年的嘛，感觉咱的时代有照顾，大家拢嘛有较安心嘛吼。